幾位幾多謝幾多謝啊！啊，可以很清楚啊！哈，啊，那里，那里，啊，那里，啊，唐新杰，那里可以玩。然后那里滴滴，哦，好，对，好，就玩这两天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，来，看看第几号？好，来广斌哦，来，最喜欢的，来送金哦，就要叫送金哦。那里，市长，那里，韩副总，给您领那里当一点，那么那啤酒欢迎，啤酒欢迎哦。那里欢迎两位，那里送福啊，你最喜欢啊，你再给你欢迎哦。那么来，今晚祝你。来要干，他们自己的主席啊，不来可以，也得拜拜哈，拜托拜托。嗯，几岁变咖啡鬼？好，我们坐进来，坐进来，有弟弟现场转正。这样子可以没有？有有有有有。哦，啊，那这个准备啊，一个来垫垫小鸭，来。来。家庄会馆树荫。红衣圣殿的魔重新铺垫，新衣活动比较结婚，唐祖典永代地三观代地，那你关心菩萨一定也来尊师傅幸福平安。今天可能九百米高，一百块八米，高位就是伊。啊，现在伊咱罗华安吉人，就是咱高雄市市长韩国瑜，以及啊咱的副市长杨天英，以及啊咱立法委员江启贤、新立伟，那里啊前台北馆长陈淑惠、南投副长李国贤。已经安达之年总理员蔡世勇率领全体议员，已经安达之副国理长国际关系团公司啊，这里应会同今天特别前来安达之年，用咱来主持新闻长篇，啊，为表示敬意，咱就准备邀请我经过金银在平顶，入来敬念安达之年，强大地三观大地，因为呢啊，凡是菩萨已经。要尊师学佛，现在由咱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以及咱的副市长啊，咱的这个啊杨天英吼，当时咱的议会赶快欢迎啊，以及咱的啊外交部议员等，过来向咱唐主席关心菩萨以及咱的尊师学佛敬敬礼，敬过之礼，衷心祝贺。两人了解，幸福万里，一个一年，心地革命，今生心相依，一面为伊，就在大前，要请杨大帝、三观大帝，还是菩萨一人尊师，幸福欢喜接受，在此要祝还是菩萨，天生一家，事事成功，祈求啊，祈求咱。营养好稳定，啊，同时，而且不来听咱老经典，那里有大地、三观大地、观世菩萨，以及咱尊师现教，咱不用祈求，还不准去拜，啊，代表着天神，以及咱老经典有大地、三观大地、观世菩萨，以及咱尊师现教，心对眼头，心对地油，素然中空常酸甜。韩国瑜明年一月十二日总统选举大热关键，高票当选，咱中华民国第十五届总统，诚心诚意，依足不求，妙音吉祥，指定人，普陀山上遍人心，愿你一世团圆。
救度求生出离地，救助小方两大地，三观大地，观世菩萨一人尊神圣大天家，天公世子第二年，农历八月十六日，下午时，停，小天爷过节的仪式开始，祝天家祥利。现在就用市长，咱的啊，咱司法局长指挥，为天下指挥。向南主殿、两大殿、三观殿举人之旗，观世菩萨有人尊神圣分，行三业的行列，一天两拜，一天两再拜。三遍两三拜，修遍花。送中好，送中好，来，送中好，送中好，来，送中好，送中好，
一个啊，我代表公益会，欢迎两位，欢迎潘局长哦，贵贵宾连本参用哦，咱直接向咱潘局长先致敬，我靠，谢谢啦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前面的国旗都要放低一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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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气色袂讲遮歹啦。只要有电视啊。对啊。杨秋明。谢谢我们今天他过生日哦，杨秋明生日快乐，我们严宽恒。生日快乐。谢谢我们还有最可爱的，我们从我们东势地区来的江启辰。还有我们台北县赶过来的老县长周锡玮，还有我们最右手边的我们永远年轻认真勤劳的沈智慧，沈伟，还有我们当地的本地的赖朝国的赖朝国的赖议员，刚刚载着各位威玩，还有我们长，对啊，载着各位所有的贵宾，是是是。还有各位所有在座的乡亲，各位台北林市的善男信女，大家午安，打开后，再来观世音菩萨拜拜，心里面特别感动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闻声救苦，小凤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对菩萨陀讲得很清楚，菩萨陀般若波罗蜜多故。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所以说，所有的魔境幻境，所有的妖魔鬼怪，我们心里面都不会乱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观世音菩萨保佑着我们大慈大悲。各位乡亲，这三年半，真的台湾人受够了民进党执政，既无能又无德。我们受不了2020年拜托大家选票全部集中，我们台中所有立法委员候选人全力打趴，2020年用手上的神圣的选票改变我们台湾人的命运，我们再也不要现在台湾危险人民贫穷，我们用我们的手上的选票改变变成台湾安全人民有钱，好不好？总统赢，立法委员全面打，国家风调雨顺，观世音菩萨保佑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跟各位粉丝说声拜拜。